宋家，哎，你被宋家，居然跟他一般见识，实在是不应该。我要拜拜萧口业。神明啊，我今天真的是太不应该了，请您保佑大嫂。不要把我随口说的话放在心上，请您保佑他们婚姻和乐，和平相处。你在我眼皮下偷吃，你滚出去！你用我的钱跟其他的女人约会，你滚出去！还是网络上的，你用我的钱买的是上网吃到饱，哎，你滚出去！每一次都这样子，我还以为你多么的天真善良，我才可以原谅你其他的过错啊，结果呢？你滚出去！你还不是要偷吃？人家网红比较漂亮，是不是？声音是彼此为今生的唯一，不离不弃，白头到老。哎，西柚，安尼你有考过无？有，来看看大兄得什么签。啊！你抽这个签吼，无外好嘞，是下车签嘞。